当沃沃的吃。对啊，因头家开沃沃的啊。沃沃的沃沃就算了，吃白了跟我爱三年。ご覧の番組はファルケン、再社化議官、QTR 製線、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大家好，我是科比传教士，看见不？身后这一台阿呆那一台不一样的，嘴巴变了，你有没有看到？怎么长得不太一样？变大嘴巴了，大嘴巴，嘴巴很大的。对啊，我刚看了一下哈，轮胎啊，你看阿呆这一台轮胎要换了。是一五年的，一五年已经六年了，紧绷的要换到。嗯，对，为什么今天会拍这个？没有，今天有个干爹，你知道吗？哦，飞准轮胎要赞助我们轮胎，哦，用阿呆，让阿呆损失少一点的。你看哦，连线其实轮胎哈，哦，有两个指标嘛，我常讲的啦，就是，嗯，你看加，好，一五年的零六周，你拍一下，你看里面。先用笔起来，哇，痕迹先用笔。这个，对啊，你再用笔来，哇，哦，真的嘞，哇，先用笔啦。这前面的，后面我还没看呢。后面的看一下哦，零五一一五。啊，它有变吗？有啊，时间搞啊，很快啊，哇，尤其是中间还要很深，很深。可是时间到了还是换掉比较安全，啊，对，安全。因为这个太久了，容易龟裂，然后爆胎，等下别喝，对吧？好了，不啰嗦，走走走，我们去直接换掉。要去哪？我那背四个锅拿过去，没有了，走了，我要走了，走走啊，出发 ，Go Go。有看到没有？这轮胎为什么要换掉？有没有？很大声。其实时间到了，它也变硬。硬的话，就是轮噪声会比较吵。对啊，对啊，好像有这么一点感觉。也噪感轰轰轰。这次换的就是那个飞准，它是它也算那个登陆品的旗下的啊品牌。我要1983年就成立到现在，1983跟我差不多大。哈，还是啊？没有，我大概少年几岁啊？英文名字叫 Falcon。这声音应该录得到哈。啊，换好之后再录一下就知道它差，应该差很多啊。耶，yeah, 到了。当沃沃的吃。对啊，因头家开沃沃的。沃沃的沃沃就算了，吃白了跟我爱三年。好。好。下车。耶，他让开枪了。你看轮胎，我看到了。轮胎说实在的啦，轮胎很多种啦，有时候哈，光看也不知道，要试开。可是这个，你捌看过这个品牌吗？啊，哇 ，Falcon 嘛，我知道，第三号，日本的，对吧？这310的特性是什么呢？四驱开啊，扔 Q， 会扔孔盖啊，什么还蛮舒适的。不是让你那个，不是飙车的啦，不是。这样讲啊，你要热血一点，我觉得应该还 OK， 只是说哈，它比较舒适的取向，因为你要飙车，定力很多，你要开到，比如说性能增加，开到300或200，轮胎应该用更好的。嗯，对，全热熔胎嘛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比较舒适哈，这个代号是310。今天我们换的规格是215/457，对应到一般的房车都可以了。对啊，修理车也可以装，不是这个啦，都是他有卖修理车都可以装了。哦，不是这个规格，修理车可以上，那太薄了。对啦，对啊，应该是蛮符合大家都可以用的。为什么要换掉的？你看这边，这边是凸起来，嗯，磨到这一个就是要换的。啊，其实这个都可以对应啊。你看，你从你看轮胎，我们正常是这样看过去，就有箭头有没有？嗯，箭头对过来就是这个，这边有一条。嗯，你看啊，都有箭头。这边有一个啊，有没有？只要是有箭头对过来，就是可以看的。用一种是摸的啊，可是它这个都可以设计可以看的。2021年的14周，哇，新哦。等一下就等一下装上去就知道了，试一下。对啊，有时候光看不准，我试了就知道了。你看看这就简单的嘛，你讲衣柜足低的，还无低我唔知道，我加了就知啊。你叫我呢？他在怕我，哎，这个是甜的不甜，我不知道，还是说这样看压其实都不准啊。可是有的人用敲就知道它甜不甜的。可是我比较笨嘛，我咬下去就知道了。哦，对对对，哎，我是要用嘎，我在嘎起来，我嘎，就嘎的就知道啊，别塞别塞，我那个自己 lucky。好，不啰嗦，等下装上去就试了就知道了。哦，好，等下这个要撕掉。
同样的步骤就是连续四次就好了。啊，这轮胎啊，我刚刚它这个是什么？舒适、安静，对，啊，也有可以性能、排水都有。因为这个哇，你有注意看啊，这边就是排水，水会从这边这样钻出来。啊，它反而是里面没有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怕水一直排在里面。里面排，对嘛？对，它水往外排，往外排，所以要排水，舒适。它看起来不错啊。对啊。但是你看旧的轮胎已经拔下来才知道很惨，我拍你看一下，当然它已经都没有排水，它只剩外面了，里面啊再吃胎吃里面的，吃里面对吧、啊？再来就是它已经硬到你看都裂了，嗯，这都裂了。如果看这个沟还蛮深的，可是你看这边已经吃到没了，这边已经没了，所以夹来对，顶高浪比基啊这款，所以照起来有点就差啊，因为我们这样看过去都觉得哎还不错，这样看过来都觉得还不错，对啊，没有看到里面，我看这些都没在见，有啊，又帮阿呆省下钱了啊，损失少一点嘛。其实蛮硬的，没有想象中那么软。但不会的，因为轮胎还是有没有？人家说我强暴轮胎。你会用吗？不会啊，就是按下去而已啊。小赛级都是要车吗？对，要动的话，这个它刚凉的。嗯。好，车好了，有没有？二五。好啊，这个是外的，这是里面的，它就这样啊，有没有转？哦，这样是它会卡住，有没有？嗯。贴得起加。嗯、如果要贴的就这边就是这里，对，啊，就外面的，可是你准了，它就卡住了，啊，就贴，好、啊，这里里面，啊，他们要擦干净一样啊，擦25，25，一个是五啊，阿妈呢，阿公我对中把粘起来，那你要，我要来啊，好啊，来就来啊，没错，就好像要一台，哇，可比全能的，要找重心吗？还是要啊，看一下会不会成功嘛。Yes. 哎呦，零了，有没有？就剩外表外面的，五的是这个了，这个，对啊，好，还要稍微加紧一点。哦，万一失业，我可以来当轮胎。哎呦，哦，厉害哦，耶，成功了哈，好，确定一下，我待会换油卡这边。没办啊，他被冷气了，你过来看，你哪里讲？有啊，就笑了，露门牙啊。哎呦，有没有？啊，还好，还有酒窝嘞，还有酒窝对吧？好了，好，我们去试车。好，走。喂，有没有感觉？哇，好像有呢。声音马上不见了。真的没有了，很神奇呢。哇，真假的，轮噪声就差很多了。现在很明显，底盘声音很大声。你刚刚轮噪声很大，你就觉得还好。对。现在哐哐哐的很明显。结果轮胎变安静，底盘的声音都跑出来了。对。声音差蛮多的呢。嗯。现在最明显的差多少啊？就刚的轮噪声全部都不见，是没有都不见啊，就小声很多。小声很多啊。对啊。不然它都在红红叫啊，好不好？嗯，然后过坑洞也没有，它比较颠了，有，快一点，感觉一下，它镜头刚刚差不多刚了。目前开起来，目前感觉都差最多的话就是声音了，声音整个都不见了。嗯，对啊。但取而代之就是底盘有一些声音跑出来。完蛋了，阿呆要花钱了。然后现在要上环东，等下就可以试一下。快一点的时候，它的开起来的感觉如何？好，要冲了哦！上环东，对，上环东，看一下高架表现如何？这是我们试过最烂的路，但是总拢爱捞在一起总准了，对啊，最烂的路，对啊，这个路蛮烂的啊，对，科比，哎。啊、你现在开这一段，你现在有什么感觉？开起来的感觉不错、啊，虽然它吸震啊，但还蛮安静，吸震，主要是排水，可是排水试不出来啊，排水到时候要请
泰山你要试一下。对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有飘过，你就知道说，哎、欸，差在哪里了。哦、啊，好不容易看起来还不错啊！啊，最主要是 CP 值又高又耐磨、嗯啊，就是耐磨就是荷包就会省了，嗯，你知道吗？它轻级，对吧？我来超乎用别的嘞，对吧？哦、啊，就飞准就对了啦。哦，对啊，因为除非你要开很快很快哦，那个肯定就要用啊，就标准的赛车胎啊，对啊。可是一般的民众应该都可以试用的，民众，对啊，一般的真的是市长，不是啊，哦，一般的。对，车友都可以用的啊、哦哦，车友车友，对啊，然后我比伊万奇市长了，这样嘞，对啊，弹跳真的少很多，对啊，至少之前我的车走这条是用跳啊，对啊，你的是骑马，我是这样子，你的是野马都用跳 的，没错啦，可是他现在就是凹洞，然后就过去了，所以轮胎是不是有差？对，选对轮胎真的有差，还蛮舒适的，我开哦。自己要不要换一下？等我磨光啊！哦，好，我尽量把它磨光了。你要换，你再多上几根钉子就好。对啊，我好像都不是磨光，我都被刺破了。泰山雪莉啊，你要笑，你要拉头度，怎么是我？对，不然为什么我的轮胎是重钉？好，你公司。ご覧の番組はファルケン、再社会議官、QTR 聖戦、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耶，反正刚去跑了一圈回来了，感觉上还不错、哦、不管是安俊就差很多了，对不对？偶尔你要去热血配一下，我觉得应该还可以。这边我看了，它耐磨指数320啦，数值越大就越耐磨。嗯，对啊，我记得是这样啦。如果有错了没关系，王给辉哥会指正我的。对啊，啊热血啊，这个排水刚刚因为排水真的试不出来，因为最近都好天气啦。排水的话，它水排出来应该也不错，那做的还蛮粗的。这个我刚好查了一下，它的指数还蛮齐全的，有38种。哦，适合小型、中型房车啊，自己也可以去搜寻一下飞准，对，日本诶，这是日本的品牌，登禄普旗下的一个品牌。价钱的方面，你可以自己要去看一下 ，CP 值还算很高。为什么这样讲？因为第一它不贵，好、哦，还、啊、是日本品牌。你看台湾的品牌都要多少钱呢？啊，你讲好啦，你不爱相信，你倒你就知影啦。对啦，你倒你就知影啦。对啦，讲啊济嘛无好，你就倒落。对啊，如果他刚好你们轮胎磨光了，多一个品牌让你选择，飞准就对了。哇，我真还蛮恭维，用鬼你就知哈，不你大便宜，减减你就知啊。对啊，记得要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。如果还有可以用在这一台的哈，欢迎干爹来认领哈。对，咱都看啥？咱都看啥？就这哦。有兴趣的可以跟我们内洽。对，哈，我们这台需要很多的干爹，让阿呆损失少一点了。我们这台今天换的轮胎，大家可以假设今天你买了，你就可以开很久了。希望担心轮胎这个随便可以撑个3-5年以上的啦。耶，赞。这礼拜五有没有偷卡嘞？对啊，他都跟你讲没讲？没卖吧？还不错啊，我没有唬烂你哦。是还不错，人家没有唬烂你，是有点在地上的感觉，没有让我舒服的感觉。真的啦，真的啦，没有在唬烂你。可是说新的都是不错。嗯，我不喜欢太软。太软了不喜欢。那你觉得这条胎符合你的要求吗？我觉得还行嘞，是、哦、还不错。因为我之前看到物语啊，我换了一个牌子比较软的，我就比较讲出来，停下来就觉得本来是这样蹬蹬，我会想多换个一下或两下这样，就胎壁太软，都要给海绵，用奇怪错觉啊，轮胎不是新的就好了？不是，真的有差。隔壁买臭豆腐了，七加七加幺，我要吃饱，不然等一下肚子饿了把胎吃下去，都吃胎了，哦，要胎的环境的先在哪里？好多、哦，你知道为什么排队吗？为什么？我们造成，当时没人，对啊，我们因为一般都买一只两只而已啊，對對對，我们就等的是5个人在排队，好，冲喽！打到光，对啊，都可以过得了，还不错啊，其实是不错的，运气真的蛮高的。
跟他讲啊，是我讲。啊，你就讲哈、啊啊。我前面是工资在干呀嘛。新换完新的哦，你往看看。原本的你开那一个会惊惊，换新轮胎就是新的，就比较有信心一点。啊，跑起来感觉路感就不错，你就更放胆去跑。怎么去？可以吧？这个不是的，是处理厂。哦处理厂稍微在处理的不是吗？不要，台上我在贴地飞行，好不好？贴地这样飞行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会帮你快转两倍，这样就会。哦、快转倍啊！哦，这样就很像那个贴地飞行的感觉。哎呀，这样帅哦！真正啦，我真正是他控制的线内底走嘞。有啊。ご覧の番組はファルケン、再生鍵館。QTR 製線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した。耶、yeah, ，回来了，还不错，应该不错了。我觉得这个应该 OK。好，啊，下车。改天下雨天，我请泰山亲自去试一下，酸一下，看会不会飘起来。会撞，不要不要。你好，那已经花很多钱，不要再花了。下车喽。二十五。